你们是不是好热？今天啊，我看到有人在我的 IG 上面说，可不可以撒一些水给台下的人？你们是认真的吗？撒水这样，你们不会生气，不会发怒？来瓶矿泉水。OK， 有一瓶是刚刚开的，这是要给我喝的。那我喝一喝，撒到你们身上好不好？我说真的，我人生还没有做过这件事情，就是洒水在观众的身上。我可以先喝一口再洒哈。有备水是不是？有啊，你们要喝过的、啊。不要啦，阿内我也拍死呢。啊，我要喷水在你的身躯哦。我不会洒水，要怎么洒？摄影机小心哦，没关系吗？哎，好难洒、哦，好难洒、哦。你们看我撒多多。通常摇滚歌手都是这剩下一点点会往自己身上撒，有没有？可惜我不是摇滚歌手。啊。